现在可以变成谁吗？先把乐色倒一倒吧。那因为这个乐色的下巴是比较长一点的，所以我决定准备前往加斯美。那因为我只是打个针就回来了。Blackpink 里面，我其实是第一个知道他的风格，所以通常我们会追求想说，你下巴出来的人，他是会走一个比较气质、具有灵气的感觉，就可以观察这个地方轮廓，稍微有一点点。可以再更好，没有那么完整。嗯嗯，对，因为我们一般的线条它其实是顺的。对，你看这个下巴，它线条是顺的。我们可以这里延伸，同时间去把你这个 gap 不顺的地方做一个协调，那就会是一个很适合你的下巴。迫不及待，可以不用敷麻药，直接来了。啊，我可以不要敷麻药。我如果我等一下变脸怎么办？正常啊，我就是要让你。哎，笑死了。好吧，他们很坚持说要让我敷麻药，很怕我等一下就是变脸这样子。说哦，加士美不好不好，一定要做加士美的好，所以我现在要敷麻。哈哈哈哈哈。对，你看这个侧面的比例。哦，头好油。就是头和下巴比，所以你的下巴其实是，如果以这样的比例来讲的话，我们头到眉心，再从眉心到鼻子，其实下巴就是还有空间可以再往下延伸多一些。嗯，对，因为你看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缩了一块，有没有？对，我就觉得跟 Rosé 差很多。我现在用完整个人不一样，过三天之后还会再更自然。等一下准备要去用头发了。现在请我们 Kiki 老师来帮我卸这个睫毛，重点是他现在在帮我换痘痘贴，请问他到底要多万能？什么都换，准备卸除睫毛。宝宝，虽然我们观众都是女生，我可以再上去一点帮他们抹福利。来，先拆头发，然后到了我们那个奶很大的丽娜这边来。超屌，太长吗？没有，我是做超多鞋，就跟我原本不一样。你有肌肉那么长，60有吗？我一开始有，对啊，你就肌肉50啊。哦。真的第一次，因为你站起来，你站起来看，你站起来后面的话，在这里，这里耶，可以吗？可以，超长的，它会超长。我记得哈，你要这样往前甩，然后才能坐下去，知道吗？贴心的提醒哦。嗯，那你那个浅色反而变咖啡色，你们就知道原因了吧？啊？先处理他之前后来没漂的头发，发尾要留着，因为发尾之前漂过，不能再漂了，不然会变愤怒鸟。啊，你这样子有预计说要漂几次才会过吗？一次吧。哦，这么厉害哦。慢慢等，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台北最厉害的女人，到底会付出什么样的火花之前。现在到什么步骤了？上面还没过的步骤，可以把它包起来。它包起来是为什么？那它比较快速过色，因为下面的已经过，上面还没。我们这不是包胶走的那个包起来了，那去拿黑色的那个。其实我发现我这样脸怎么亮起来了，所以颜色真的好重要哦。不是啊，怎么会换化妆师在洗头？会不会是丽娜这边的护发太强？把握时间。把握时间。I receive
时间开始化妆日，很厉害，很厉害。哦，现在化妆整个超厉害哦，下半身白，然后上半身白。你要确定哎、欸，确定我现在长这样是合理的哎、欸。不能广告，他们很过分哦。我现在整个像少林寺，你看助理也在憋笑啊。少林功夫好哎、欸，真的好。我跟你讲，这就是 Lizzy 校正隔离霜的厉害，有没有？你这样子一半，它上面很明显没差。超屌，对，超屌，超屌。我们今天要做 Rosé 仿妆，主要重点就是我们要让脸型比较曲线圆的五官，让它看起来变像 Rosé 一样比较细长的眼睛，还有原本是大外双，要把它变成像内双一样，眼神可爱要变成杀气的感觉，是算杀气吗？会不会变八加九？不会，好，很高级。可是因为这有个肌肉卡在这。眼影的话，我们主要重点是眼头跟眼尾做加深，去做出那种看起来眉眼间距比较深邃的感觉。等一下贴睫毛，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改变眼型的，还有眼线。那通常人家画眼影都是从后面往前晕，但我们今天画这个妆容，我们要从前面往后晕，眼头这边也要做出那种往前加深的感觉。这是 Rosé 妆。发生什么事情？没，因为我刚刚心里在想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要仿 Rosé，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跟 Rosé 发射说，哦，是 Lisa 妆，所以 I put in the pain line。哦，会变我吗？我在这里哦。画的卧蚕要画细一点，不可以画太肥。然后卧蚕的阴影色就直接用眼影它的阴影色去让它看起来整体更一样。若是眼妆眼线的话，记得前面比较细，后面比较宽，差不多从瞳孔地方开始可以慢慢加粗。其实你只要这样拉，我就变若水了，就一直拉着就好了。因为你的眼睛比较圆，所以呢，我们要在眼头的假睫毛处把它往上移一点点，这样子它看起来的弧度才不会这么大，还可以去调整我们的眼型。它的嘴唇是属于比较肉嘟嘟，下面的像一个船底一样，所以我们要画出那个边缘的感觉。这是什么颜色啊？就是做一个裸的偏紫色调。不是那种荧光，也不是那种带橘的。你要仿妆，也要重点是要适合这个人，可以衬托出这个人的漂亮。不一定是要完全复制他那个妆的颜色，我们可以用自己适合的色调去做调整。涂上去的感觉，这边嘴角一定要往上收，有吗？有没有感觉？嗯，做出那个骨头的感觉，额骨的感觉。来画腮红，范围不要太大，在瞳孔下方这边一些些就好了。是什么吗？这是 Niki 的隔离霜，就是我们如果晒黑的话，怕化妆跟身体有色差，用这个，重点是不会导致长痘痘，因为像你是的皮肤就超敏感，现在擦了就会长痘痘还是粉刺，你看就很像皮肤透出来那种颜色。这个是水哥的情绪那个死亡，这个红，这个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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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就发现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们看到的那些女团啊明星也好，其实都是透过包装或者是他们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这次我是去用了医美、头发、妆容，缺一不可。希望大家有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拜拜。